门神是中国民间信仰中最接近世俗的神灵，他们没有专属的神坛，寄予身形的只是门上的一张薄纸，在民间神系中卑微的地位使他们无缘尘世的香火，但他们却仍然年复一年地为世人守护着家园。中国民间信仰中的门神最早源自上古时代的树屋崇拜，根据史料记载，距今2000多年的先秦时期，门神崇拜就已经被纳入了上至王室、下至民间的日常祭祀活动。从古代来说，人为万物有灵，是吧？那门呢，是人们居家的一个通道啊，所以这个门呢，就常常是关系到平安问题。在古代人们观念里边，除了防盗以外呢，还有防鬼，是吧？所以说，对于门神这个祭祀，大概在最晚在周朝就有了。周朝有5种国家规定的祭祀：门、户、井、灶、土地。门是当中的一个。东西方文明在树物崇拜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古罗马神话中也有门神雅努斯、灶神维斯塔。古罗马的士兵每次征战都要从象征着雅努斯的巨型拱门下通过。门神雅努斯掌管着时间的开始与终结，他在古罗马神话中象征着一切善始善终。中国古代民间传说中的门神最初的功用主要是驱鬼辟邪。从守护神的司职来看，古罗马人关注的是门作为开始与终结的象征意义，而中国人更强调的是对这一建筑防御漏洞的弥补。上古时代的先民们最初居住在树顶或岩洞之中，并没有门的概念。究竟是谁创造了这个文明的奇迹？根据中国古代神话的记载，上古时有一位圣人看到人民居无定所，时常受到野兽的侵扰，于是便想出了伐木筑屋的办法。人们为了感激他，便将他奉为王，称他为有巢氏。我们会发现汉字里边啊，以门为这个偏旁的字是很多的，啊，这里边包含着这个主要包含的一个意思啊，它就应该是一个安全的意思，安全就包括出和入的安全，啊，所以我们尽管不知道有巢氏那时候构建的房子，它这个门是什么形状，但是中国来说，从这个汉字造字来说，它应该就是方方正正的，是吧？跟今天那个门是一样的。这是甲骨文中的门字，作为象形文字，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距今3000多年以前中国的建筑物中门的典型样式。位于河南省安阳市的殷墟博物院大门，正是这种样式的复制品。那时与门神有关的四点可能已经出现，但殷商时期的门神或许只是一个抽象的存在，并没有像后世那样被赋予生动而具体的形象。根据现有的文字记载，最早作为门的附属物而出现的门神是两尊桃木雕刻的神像，他们的名字叫做申叔和玉律。相传在遥远的黄帝时代，苍茫的大海之中有座名为杜朔的神山，
山上有棵巨大的桃树，树干绵延3000里。在树的东北方有一个供百鬼出入的鬼门，把守这座鬼门的正是皇帝派来监管天下群鬼的神将申叔和玉律。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文字记载是王充《论衡》里边引了《山海经》一个说法，说最早的门神啊，就是首先他是有一片桃林，是吧？桃林底下管着很多鬼，啊，那么既然关着很多鬼啊，就一定有人在守着他们。有人认为《山海经》是一部记录古代地理的自然百科全书，然而书中浓重的神话色彩却使它展示在后人眼中的景象犹如海市蜃楼般亦真亦幻。或许《山海经》并不是最早记载申叔和玉律的古迹，但更早的出处已无据可考，于是《山海经》中有关两位神人的描述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后世传说的范本。每当日落之后，百鬼从鬼门蜂拥而出，这时申叔和玉律便会手持芦苇编织的绳索，站在鬼门两侧监视百鬼的行踪，一旦发现有恶鬼为祸，立刻就会用苇索将它捆去喂虎。申叔和玉律富鬼喂虎的传说使得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门神的最佳人选。在距今大约2000年前的汉代或者更早些时候，民间就已经出现了在门户上悬挂桃符的习俗。所谓桃符，就是一块刻画了申叔和玉律形象的桃木板，这是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中国民间的年画或者雕刻中，申叔和玉律的形象往往被衬以桃树的枝干，而有时俩人甚至直接被两块写有他们名字的桃木所代替。因为那时候人们对自然的一种这个控制能力啊是很差的，他只有借助这种神力来作为他精神上的一种支持啊。但是画在门上的这个比较复杂啊。因为有这个大桃木问题啊，大桃树问题啊，人们认为这个桃木啊可以辟邪，所以就在桃木板上简单写一个申叔玉律是吧，也就可以了。说这个东西叫桃符，桃符在后来呢就一条线呢就发展成为画的门神像的门神，另一方面就变成了这个门上这种对联，这是古老风俗的一种起源。我们知道王安石有一个很有名的诗是吧，总把新桃换旧符，那么这个时间呢就是后来就固定成春节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过新年的时候啊，要一定要换它，是不是？这个也就是所谓万象更新嘛，是不是？是希望不断的使它的这个怎么说呢，我们用今天话来说的保卫能力能够长盛不衰。这是在中国河南省新郑的一座汉代墓室中发现的画像砖的拓片，拓片上的人物正是申叔和玉律，两人造型怪异，神情凶悍。在随后的若干个世纪里，门神逐渐有了文官门神和武将门神之分，而武门神大多继承了这种双目圆睁的凶悍气质。同样在此期间，申叔和玉律也从原来长衣束腰的简单服饰变换成了顶盔罩甲、手持兵刃的武将形态。与古罗马神话中的门神雅努斯不同，中国的门神尽管在道教神系中大多以申叔和玉律出场，但在民间习俗中它更像是一种职位。唐朝中叶，大约公元8世纪前后，一位传说中因科举未中而自杀的落地进士也被加入了门神的行列，他就是以擅长捉鬼而著称的钟馗。相传距今1300多年前的唐代武德年间，有一位名叫钟馗的陕西学子来到当时的都城长安应试。钟馗才学出众，他写的文章赢得考官赏识，更被誉为奇才。
钟馗满心欢喜，以为这次一定能够求取功名。可意想不到的是，在殿试时却因为皇帝嫌钟馗相貌丑陋而令他名落孙山。激愤之下，性情刚烈的钟馗竟然在金銮殿上撞柱而亡。钟馗死后不久，唐明皇身患重病，一天深夜，他梦见一个小鬼偷偷潜入宫中，盗走了自己心爱的乐器。正当他惊恐万分之际，忽然看到一个相貌狰狞丑陋的儒生从天而降，一把抓住小鬼吞下肚去。唐明皇问他是什么人，这位儒生说自己正是殿试落榜的考生钟馗。皇帝从梦中惊醒之后，病竟然不治而愈。于是唐明皇命令画师吴道子按照自己的梦境绘制钟馗捉鬼图，广颁天下，让老百姓在岁末除夕时贴在自家门上驱鬼辟邪。尽管没有找到有关钟馗的确凿来历，但唐代的文献的确记载了皇帝在新春来临时曾将吴道子所绘的钟馗像赐给大臣，这至少印证了唐代的上层社会确实如传说中所言有挂钟馗神像以辟邪的习俗。那么唐明皇赐给大臣的究竟是怎样的一幅钟馗神像呢？史料记载，吴道子的确是位擅长钟馗画的大师，但是他所创作的钟馗画早已失传。根据公元11世纪北宋书画鉴赏家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所载，他曾经在皇宫见过吴道子钟馗画的真迹。据他所说，画中的钟馗儒生打扮，衣衫褴褛，相貌丑陋。早期门神应该是穿绿袍的，皇帝赐给他绿袍，这种绿袍这个门神在朱仙镇里边还有，朱仙镇里就是这个门神像里边啊，是吧？是穿绿袍的，到后来呢，这个钟馗呢就和判官结合起来了，判官是一般就是作为这个掌管档案的这样一种人物啊，但后来就变成这个阴间掌管这人命运这样一种人物，是吧？说他呢就加强了一种武的这方面的。这样一种性质啊，所以到后来就出现盔甲了啊，这种叫武判。在不同的时代，钟馗画像的人物造型都会有细微的变化，比如他手中所拿的器物有时是扇，有时是笏，有时却变成了一把宝剑。不过无论怎样，他的丑却始终未变。关于钟馗丑陋的相貌还另有一段传说，相传钟馗原本并不丑，相反还是位美男子。钟馗与同伴赴京赶考，一次途中夜宿，恰好有一个相貌狰狞的恶鬼路过。恶鬼看到钟馗英俊的面容，妒心顿起，趁着钟馗熟睡，恶鬼竟然将自己和钟馗易了容。一觉醒来，钟馗惊恐地发现自己容颜已改，昔日的美男子竟然变成了一副恶鬼模样。考期已尽，无可奈何之下，钟馗只得继续进京应试。谁知丑陋的相貌竟使他失去了求取功名的机会，羞愤之下，钟馗自尽身亡。钟馗死后，多亏一位同来的考生慷慨解囊，他的遗体才得以入土为安。为了感激那位出资安葬自己的考生，于是已成为鬼圣的钟馗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了他。这个故事后来被搬上舞台，成为中国传统戏曲的经典剧目《钟馗嫁妹》。
20世纪初发现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大量文献，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古代知识的窗口。当藏经洞被发现时，人们在浩繁的书卷中找到了一份唐代的文献，文中赫然记录了以钟馗为主角的挪移事。文献的内容同时显示，以钟馗驱鬼辟邪的习俗在唐代以前就早已出现。中国最早驱鬼的方式，是一种叫挪。因为在这个《论语》里边吧，孔子都去专门看过乡人挪，可见那个春秋的时候啊，就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习俗了。什么叫挪呢？就很简单的话，就是戴面具。戴面具，因为呢，可能人觉得自己的形象啊不足以吓退那些邪恶鬼魅，所以一定啊，他要想象一个天神的形象，或者是凶恶的形象，是吧？然后戴在这儿吧，对不对？然后做一些，就是像原始巫师的一些舞蹈，作为专门做一种驱鬼驱挪的仪式。敦煌文献中所记载的挪，应当属于民间的香挪。整个仪式表现的是钟馗带领丛林怪兽四处捉拿游魂野鬼。仪式中，钟馗以钢头银额、朱砂染身、身披豹皮的形象出场，这显然与同时代流传的钟馗神像中的儒生造型截然不同。但是这篇文献至少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线索，钟馗与原始时代的巫术一定有着密切的关联。也就是说，钟馗的人物原型很可能来自史前巫祭仪式中某个驱鬼辟邪的神灵，而直到唐代经过民间传说的加工，钟馗才由巫神变成了鬼域的统领，继而演变成为门神的一种。唐代以后的上千年里，钟馗所担当的不仅仅是百姓门户上的一张辟邪的神像，他更为民间的戏曲创作提供了灵感的源泉。也正是在这娱乐世人的鼓乐声中，钟馗脱却了最后的一点神性，取而代之的是世俗化的人格。公元13世纪前后出现的一部名为《盆儿鬼》的元代杂剧中有这样一场戏，剧中人因为发现家里闹鬼，于是便指着钟馗的画像破口大骂，斥责钟馗为什么没有守好门户，气恼之下甚至要撕毁画像。公元11世纪，北宋时期的科学家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中甚至提到，那一时期最畅销的捕鼠机通常借用钟馗的造型。显然，此时的钟馗门神在世人心目中再也没有了身书玉律昔日充当门神时的那份庄严和神秘。在钟馗门神之后，中国民间多神崇拜的传统使得门神的行列又增添了许多新的成员，门神家族也因此而变得日渐庞大。多神崇拜是一个常态，在中国它能够发展起来呢，有很多原因，其中很重要一个就是说，除了原来的就是各地的这个自然神的崇拜和地域神崇拜以外吧，很重要就是佛教也是个多元神教，道教也是个多元神教，是吧？所以他们能够互相融合，而在门神这点上头呢，正好就体现了，是吧？最后它形成的是三个不同的宗教啊，包括本地的一些信仰啊，一个很完好的一个组合。我们无法想象，在欧洲文明的进程中，狮心王查理或者征服者威廉能够取代雅努斯，成为欧洲人心目中新的门神。然而，中国民间的门神却正好与此相反。在过去的1000多年里，几乎任何为世人所敬仰的古代英雄，都有被奉为门神的可能。在众多由英雄豪杰充当的门神中，出现最早并且流传最广的就是眼前的这对，他们的名字叫做秦琼与尉迟恭。在元明以后啊，由于小说和戏曲的发展，
有些个呢就出现一种啊，历史上一些人物啊，是吧，就出现一些神话性质，最具体就是秦琼和尉迟恭这样两个人啊。这两个人出现门市呢，最早见于《三教修身大全》这本书，但《三教修身大全》在元代的版本呢，还那个门市还仍然是神书玉律，没有这个秦琼敬德的啊，秦琼尉迟恭这个名字。到明朝万历年间，在修订的时候，除了神书玉律以外，就出现了秦琼和尉迟恭。他们并不是传说中的神灵，他们都是历史上真实的人物。至于他们为什么会成为中国民间的门神，还得从隋朝末年的那场争霸战争说起。公元七世纪初，隋朝的统治在各地反叛的浪潮中摇摇欲坠，秦琼与尉迟恭是两位骁勇善战的武将，最初他们都属于隋朝的势力，但在战争进行的过程中，他们先后投奔了日后建立大唐王朝的李氏父子，并成为李世民的部将。在无数次的征战中，他们立下了赫赫功勋。唐朝建立后不久，李世民陷入了与太子等人的皇统之争。在后来被称作玄武门事变的宫廷政变中，秦琼与尉迟恭协助李世民铲除异己，顺利夺取大唐帝国的王位继承权，最终使李世民成为了唐太宗。我们知道啊，尉迟恭和秦琼是李世民手下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臣，是不是？看过《说唐人》都知道，是吧？这两个人在辅佐李世民啊，这个建立唐王朝啊，尤其是在这个盛世，这个是非常杰出的。另外呢，就是他们后来的地位也很高。开国元勋、王位之战的功臣，所有这一切使得唐太宗对秦琼、尉迟恭二人有着非比寻常的感情。而秦琼与尉迟恭之所以会成为民间供奉的门神，正是源自一个体现这种君臣之义的传说。在完成于公元十六世纪的神话小说《西游记》中，有这样一则故事。相传唐太宗在位时，都城长安附近的泾河由一位龙王掌管。一次，龙王与长安城内的算命先生打赌第二天降雨的情况。自负的龙王为了获胜，竟然一时冲动，违背天庭的旨意，私自篡改了降雨的时辰。事后他虽然赢得了赌局，却面临着被天庭处死的惩罚。当他得知负责行刑的将是唐太宗手下的宰相魏征时，他连忙给唐太宗托梦，希望皇帝第二天能够留住魏征，以使自己躲过劫难。唐太宗答应了他的请求，并在第二天把魏征留在皇宫下棋。谁成想魏征在下棋的过程中竟然昏昏睡去，唐太宗体恤大臣的辛劳，便没有叫醒魏征。正在这时，一颗龙头从云端坠落，原来魏征在睡梦中魂游天外，已将龙王斩首。老龙王死后，他的冤魂来到皇宫向唐太宗索命。每当夜幕降临，冤魂便会在唐太宗的寝宫外现身，哀嚎不绝。于是偌大的皇宫整夜人心惶惶，不得安宁。唐太宗在朝堂上把皇宫闹鬼的事告诉了大臣，问他们是否有驱鬼的方法。这时秦琼站了出来，他请求唐太宗允许他和尉迟恭一道守卫皇宫。从这天起，秦琼和尉迟恭每晚便身着盔甲，手持兵刃，站在皇宫的大门两侧护卫。有了两人的守卫，皇宫内竟然真的不再有鬼怪出现。唐太宗欣喜之余，觉得秦琼和尉迟恭两人夜夜护卫过于辛苦，于是便不再让他们亲自值夜，而是命令画师按照秦琼和尉迟恭的样貌画了两幅画像挂在宫门之上。没成想挂了两人的画像居然也同样奏效，皇宫内从此太平无事。
消息一经传出，民间纷纷效仿，于是家家户户都开始挂起了秦琼和尉迟恭二人的画像。他出现以后影响很大，因为他比那个神书玉律啊，他更接近于这个生活化生活形象啊，所以到后来就出现这个秦琼尉迟恭啊，是吧？这正好也是一个白脸的，一个黑脸的啊。尉迟恭应该是胡人，胡敬德，是吧？一个拿着剪，一个拿着鞭。门神给予中国人的不仅仅是家宅安宁的慰藉，他们还为中国的民间艺术带来了无穷的灵感。近千年的时间里，中国的许多地方，例如河北武强、天津杨柳青、河南朱仙镇等地，都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门神年画流派。从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时代进步，门神这个形象在不断的转换啊，它整个这种它的功用啊，从早期的辟邪到后来的赐福，从赐福啊更重一些装饰这样一种布置啊等等啊，更从早期种巫术的桃符啊，后来变成一种非常优美的啊，非常有丰富变化的这种民间艺术啊。当然这种民间艺术呢，用这个木板印刷套色，是吧，把它制作出来啊。这个虽然这是简单的两张纸贴在门上，是吧，但是五彩斑斓，是吧，实际上是烘托了新春的一种喜庆的气息的啊。再加上大红对联，再加上剪纸啊，可以看到我们这些老百姓啊，在艺术上的一种创造啊，和新年时候的追求一种平安吉庆这样一种心理。不同的流派，门神的造型和绘画风格各不相同。他们有的精致细腻，有的粗犷豪放，而有的则充满了自然的乡土气息。朱仙镇的木板年画呢，无论从它的这个造型、选题、选材，还有它的色彩等等几方面，都非常的独特。因为它的色彩的材料都是来自于传统的中国的中药，比方说葵花籽用来做紫色，黄色呢是用的这个槐花，所以它的这个材料呢看起来既鲜艳，但是又非常的沉稳。中国北方的民居是最讲究贴门神的地方，即便是普通人家所贴的门神也称得上名目繁多，而且在贴法上还各有各的讲究。他们俩呢，就是当年给唐太宗李世民宫门镇轨的两个大将秦琼和尉迟敬德，因为他们两个武艺高强，能够驱鬼辟邪保家平安，所以呢常常把它张贴在外门或者是临街的大门上。东上房呢是老人住的屋子，那么我们看呢，在老人的房门上贴的是什么门神呢？这是一对文官门神，每个文官呢周围呢都分别环绕着五个孩子，这样的门神呢叫喜报三元，五子登科。这就是西下房，是年轻人住的屋子。我们看呢，他们的房门上呢贴的是娃娃童子门神。我们看这样的门神呢，他首先呢是希望早生贵子，再有呢这个娃娃呢骑着大公鸡，鸡呢是吉祥如意的象征，娃娃呢手展条幅，吉星高照，功名富贵。千百年来，除了申叔、玉律、钟馗、秦琼与尉迟恭之外，又新添了许许多多的武将门神、文官门神和祈福门神。不同的地域也逐渐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门神信仰。爆竹声中，中国人又迎来了新的一年。那一张张精美的门神年画已经没有了往昔的神秘，在他们身上所寄托的是中国人对未来生活美好的愿望和祝福。